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经文的进度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11到22节。昨天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的福音工作，在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。那后来呢，就改在推拉努的学房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当然不可能是保罗一个人，当时候也没有这种社交平台媒体可以去曝光，一定是建立了很多的同工门徒，差派他们到各地去传道，才会一切住在亚细亚，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，大家都听见主的道，就福音工作普遍的被传扬。那这里是讲到神的道被传扬，接下来11节啊，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。那个路加在记载说这个事情很特别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了。在当时候啊，有很多迷信的现象。我们知道耶稣在传道的过程有一个血肉的妇人嘛，她暗暗的来，她想我只要摸到耶稣身上的穗子，我的病就可以得医治啊，这也是一个迷信的行动。可是呢，看起来上帝这个怜悯，纵使这个动作是一个迷信的行为，可是神的恩典跟怜悯还是使这个血肉的妇人好了。那时候圣灵大大的工作，有一些人也以为这个彼得的影子经过呢，人就会得医治，对不对？一样，这里是要表达是圣灵很大的工作，纵使有一些人对信仰是错误的理解，可是呢，神仍然有怜悯结果居然呢，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啊，病就退，恶鬼也出去了。路加不是在这里要鼓励我们这样做不是的，而是人有这样错误的迷信的一些行为，但是神圣灵的工作大能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，这里是一个邪恶势力的被赶逐嘛，全能的相遇，圣灵大大的工作，前面是神的道大大的被传扬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，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那这里讲的是圣灵大大的工作，带来医治的工作，带来洁净，就是赶鬼的工作。在过程中呢，路加也记载了一个很特殊的事件，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念咒赶鬼原文是驱魔者，像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，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。这个他们很可能就看见保罗在赶鬼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常常奉耶稣的名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没有信主，可是他们想要有这个能力，那他们就奉保罗所传的耶稣，因为耶稣的名字呢很普遍在犹太人当中，那他呢不想要把这个人名搞错，所以很精准的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。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，看起来是一个家族事业，这个示基瓦很可能也是一个赶鬼的人，那祭司长前面没有冠词很可能不是这个大祭司，犹太人的大祭司，而是自己封的。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，所以七个人。恶鬼回答他们说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，哇，这个鬼控制了，被鬼附的人胜了其中二人，制服他们，就是打他们了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。这是在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情，赤着身子可能就是衣服被撕破被打逃跑了。那这里我们就看到，也就是说耶稣把他的名赐给教会，但不表示不信的人可以奉耶稣的名来使用这个权柄来赶鬼。凡住在以弗所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知道这事，
也都惧怕。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以弗所这个城是非常多宗教信仰，从学者的资料看来，这个城也非常欢迎这些占卜的啦、行邪术的啦、赶鬼的来。可以想象啊，像这个保罗到雅典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是这些哲学家，在哥林多遇到的是道德的败坏，到了以弗所面对的是各种迷信的宗教，权势啊、全能的这个相争了。所以这个事件呢，虽然没有直接说是谁大量信主，但是有人他想要利用耶稣的名来赶鬼，当然他利用耶稣的名赶鬼是要让自己的名声更被看见、更被听见啊，也许有更多的财力嘛。他没有要信主，却想要利用耶稣的名，没想到他们就被制服了，受了伤跑出去啊。这件事情就当然传开之后，大家就会对基督教有一个敬畏，就说耶稣的名不是任何人可以用的，基督教或者耶稣他并不是跟其他的这些行法术的或者占卜啦、行邪术的是一样的。假使他们可以这样做，基督教就沦为所有这些信仰当中的一个而已。那这件事情就显出来基督教的不同。那这件事情造成了什么呢？惧怕，主耶稣的名就此尊大。所以几个事件，一个是神的道在各地被传扬，一个是圣灵大大的工作，还有呢就是鬼被赶逐。这几个事件造成什么呢？造成一个很大的以弗所的一个灵性的复兴啊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，也就是说来认罪，讲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。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。这是一个大批的圣洁运动，信徒悔改，然后呢行邪术的也把这个烧掉，等于是断绝跟这个过去的这些占卜啦、行邪术的行为都抛弃了。他们算计书价，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。50000块钱就是50000个银币。当时候工人一天的工价就是一个银币嘛。50000个银币是非常多的钱哦。如果是以台湾的最低工资来算，将近4500万哦。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偶像啦、书啦、各样的这种拜偶像的物品都焚烧，自主的、自发性的。所以有一个圣洁运动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展开。然后呢，路加在写的时候是非常的简洁有力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路加说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兴旺，大大的得胜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求主也把这样的复兴赐给我们。这些事完了，就过去发生这些事之后，保罗心里定义，经过了马其顿、雅该亚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这里讲到保罗心里面的计划了，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，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保罗的心里面一直有想要去罗马传福音，往西班牙那里去。这里也做一个伏笔，因为再往后就是保罗被软禁、被羁押到罗马去，也为了后面的篇幅做了一个伏笔。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、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，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。从罗马书或更多书信里面看起来，很可能是打发提摩太跟以拉都去马其顿教会，告诉他们请他们预备这种慈惠事工的款项。保罗要去到他们当中去收这些奉献的时候不会临时凑，去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，然后保罗要拿这些奉献回到耶路撒冷教会，帮助耶路撒冷穷困的弟兄姐妹。打发提摩太、以拉都。以拉都是谁呢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还有提到，可是对他的认识有限。那时候提到以拉都生病了，
在哥林多，派他们两个，然后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:9说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保罗继续留在以弗所，是因为福音工作大大的开展，但是他也知道有很多人反对他，所以他一方面继续开展福音工作，另外一方面也兼顾门徒，因为也有很多反对的人。保罗看起来他很有意在以弗所建立一个比较深刻的耕耘跟建造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首先我们看到是延续昨天的进度，就讲到神的道大大的被传扬。那今天我们一开始看到是圣灵大大的工作，医病赶鬼。在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里边，两个是缺一不可的。我们需要神的道，我们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需要忠心的传讲，我们需要到处传扬，不单在教会中，在社区里边，在我们卫星的家人当中，我们要传讲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工作，求圣灵更大的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，是缺一不可的。而以弗所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复兴，就是神的道被传扬，圣灵大大的运行充满。那另外呢，也是有一个对比，就是我们看到21到22，保罗他到各地传福音，然后呢也面对各样的反对跟抵挡。我不晓得大家传福音有没有被反对抵挡过。保罗在这里不单单只是人关起门不听你，其实我们去传福音或者有一些布道操练做偶遇式布道，被拒绝被推开，我们心里面多半还是会有些不舒服的，会感觉干嘛，我告诉你好消息你还这样对我。我们是不喜欢被拒绝，不喜欢去被人家好像排斥，被人家讨厌那种感觉。保罗在这里他不单单是被拒绝而已，甚至人要杀他了，人攻击他。保罗这些年他非常勤奋的殷勤的到各地传福音，你可以想象他要付多少的代价，他面对多少的反对逼迫攻击，甚至真的他被打，被石头打，被棍打等等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这样啊，他仍然心里面还要去马其顿亚该亚，往耶路撒冷去，然后还要去罗马，他还要去兼顾以前建造过的地方，然后还要去没有传福音的地方。他心心念念的就是神的国，神的国度怎么样扩展，基督的福音怎么样被传扬。他是为主付代价的人。但是另外对比有一群人，就是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他们没有想要付代价，他们只想利用耶稣的能力，他们只想要奉耶稣的名，让他们可以多一些财力，让他们的名声可以好像更被显耀。这里就等于也是对照哈，真正的门徒其实就像保罗那样，高举主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为主付代价。但另外一群他们就是只想利用耶稣，他们没有想要委身这个信仰，没有想要委身基督，却想要得着基督的能力。其实很容易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也不是那么想要付代价，我们跟随主其实比较像我们在跟随信靠主而得着的好处跟祝福。当然有时候真的我们忙碌，我们有很多现实的压力，我们有很多需要，不过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得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不可能给上帝比他给我们的还多，不管我们怎么样回报主，我们怎么样给都不可能比他给我们的还多，以至于我们所有一切为主献上的都是值得的。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主，保罗的这个榜样身形也激励我们，我们也被兴起能够真实的起来见证他为主做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看到保罗他侍奉的榜样身形很深的激励我们，他从不为自己打算，他就是单单的全然的信靠你，跟随你，他一心所想的
就是神的国被建立，福音被传扬。主你帮助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也像这一群犹太人一样，好像我们信了主，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却不愿意为主多付一些代价。主，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你，我们要信靠你，但是常常我们更多到你的面前只是想要得祝福得好处。好，主啊，求你施恩怜悯，我们不至于好像要利用这个你的能力，但是主，我们却感觉到我们很多时候也软弱。求主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激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，更多看到你的作为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恩典，你对人心的那一份爱，好叫我们再一次被激励，好叫我们再一次起来快跑跟随你。谢谢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激动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